大家好，全球的凯利伙伴们、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欢迎大家从不同的时区、不同的地区相聚此刻。那么今天呢，在凯利加州总部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的三星钻总裁 Grace 吴。大家好，这是名场面，我们两个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相见了。好啊，大家好，非常感谢哈，我们 Coco 的介绍哈，今天有幸我们在美国的总部洛杉矶总部，我跟 Coco 呢坐在一起，跟大家一起分享啊经营凯利的五大理由。那大家都知道哈，我从3月份开始全力以赴经营凯利，那3月份呢到4月20号左右的时间呢。整个团队就超过了500个人，成为一星钻石总裁。到5月20号呢，就超过了1000人，成为二星钻石总裁。那到了7月底的时候呢，整个团队超过了2000人，那自然而然就荣升成为三星钻石总裁。那很多人呢，听到我的故事以后呢，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啊，怎么可能要卖多少产品才可以变成三星钻石总裁？啊，我实在话跟他们讲，我说我一件产品没有卖过。大家都知道，我过去是在多伦多做房地产经纪的，啊，都是卖房子的。那我如果说我说今天来到凯利，如果要我卖产品的话，我不如去卖房子。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既然一瓶产品都没卖掉，那如何啊能够拥有今天这么巨大的团队呢？我说很简单，就看每一个人的认知度。今天。凯利能不能吸引你的几大理由是在哪里？我说我在凯利，我只卖三个东西：第一卖机会，第二卖梦想，第三卖系统，卖一个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健康、走向美丽、走向财富、走向自由的一个系统，成熟系统。所以呢，今天呢，我很高兴在美国的总部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到底凯利哪些理由吸引了我呢？为什么这世界上现在阳台比平台比阳台还要多的年代？为什么我对凯利情有独钟呢？啊，接下来呢，我将打开我的文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人都会认为说，Grace，你肯定，即使你在卖机会、卖梦想、卖系统，好，那么你肯定说服了很多人加盟凯利，加盟到你的团队，对不对？我说不是的，我不需要说服很多人，因为凯利足够优秀。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要说服一个人就够了，那就是我自己。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选择凯利的这个五大理由，就足够说服我自己走在这条路上，跟大家一同前行。那到底有哪五大理由深深吸引了我呢？现在我跟大家啊做详细的分享。第一大理由呢，就是平台的实力和初心。大家都知道啊，树大底下好乘凉。我们凯利呢，之所以能够吸引我，是因为它有个伟大的母公司叫 For Excelsior。这家公司呢，过去呢都是在屏幕上、Zoom 上见到。那这一次呢，非常有幸啊，亲自来到 For Excelsior 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For Excelsior 的看见。我已经2度去那边参观了每一次都带不同的伙伴呢到那边去参观，参观完以后都非常的震撼。它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5名的保健品的生产厂家。到了那边以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都邀请我们的这个都在邀请我们的母公司为他们生产，比如说 GNC、Costco、Whole Foods、李嘉诚，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等众多企业配方并加工生产，还拥有十几项权威的认证和资质。在业界口碑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拥有 SOD、NMN 等原材料工厂，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和实验室啊，我们全部都参观过了。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栋楼哈，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在这里风景如画哈。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哈，如果你们亲自有幸来到这里的话啊，你会发现更加漂亮，比图片上的还要漂亮。我们从产品的研发、原料生产、产品加工、成品、终端销售，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充分节约生产成本，确保产品的性价比无人能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销量超过2000万美元以上，而且呢，帮助了无数的家庭，让他们改善了他们的健康，就是因为我们的性价比超高，无人能及。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的工厂，我们全部都去参观过了，还有我们的产品的研发的科研博士团队啊，都在这里。同样，大家熟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先生的抗衰老产品，好，同样有4E公司研发和生产。大家看到这个信息就知道我们4E公司有多么高的、多么强的实力，能够吸引亚洲首富来到我们这里投产。而且呢，我们帮李嘉诚先生研发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已经帮助他赚了几十亿的美元。那还有呢，最最重要的是平台的实力和初心。我经常跟很多人分享，我说这世界上聪明的老板很多，但是呢，德行很好的老板很少啊。至少呢，我见到林博士，见到我们的 Steve 哈，我真的由衷的感到钦佩，也是因为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就两个，成立这个平台就两个初心，一个就是为了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吃上重金打造、性价比超高、拥有18年研发精髓的高科技、黑科技的前瞻性产品。就是说我们今天正准备好这个产品很热销的时候呢，我们的林博士因为他是天然高分子科学家，所以他已经走在了我们的最前沿。在我们今天为我们的氢气片不断的爆发掌声的时候，他的思维呢又比我们走前了一步，未来会有更高科技、更加震撼全世界的产品问世，大家拭目以待哈。那右边的这个 Steve 呢，他原来在空军服役，他是计算机工程学家哈，他呢是很拥有非常智慧的头脑，可以把我们的 4E 的产业链跟我们凯利的这个供应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短短今年几个月的试运行呢，我们已经打通了十几个、将近20个国家的通路，让我们全球呢都可以享受我们凯利的高科技产品，带来这个前所未有的这种震撼哈。所以呢，通过我对他们两个的了解哈，特别是这次来到美国总部跟我们的林博士哈亲自这个见面，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用这4个成语是最好概括他们哈，形容他们：正直、诚信、淳朴、善良、敬业、靠谱、厚德载物。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想一个平台长长久久，这个老板这个是德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宇宙是由人事物组成的，那人事物的初心就是人，人一定要对，事才会对，事对的物才会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碰到凯利这样的一个平台，真的是我们的很大巨大的一个福气。好，这是他的第一个初心，为了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吃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第二个呢，为了把节约下来的产品成本回馈给消费者，因为我们自己是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所以呢就省掉中间的很多环节。那么他专门拿出一项资金出来，专项资金好，让我们呢消费者在凯利平台呢零推荐也有机会赚钱。好，即使一个人不分享，只要他再进来在这里站位，好，在这里加盟，只要他后面矩阵图下面出现好有其他的消费者在他上面，那么他都有资格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当然如果我们愿意去分享的话，会分配到更多的钱，好，把消费支付进行了更加彻底。所以呢，尽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让我这个消费者分享者，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居然有资格跟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参与财富的分配，获得巨大的收入。那第二大理由呢，当然是产品。因为呢，刚才第一大理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企业的实力。那第二大理由呢，就是我们产品的优势，产品是企业的灵魂。那凯利的产品跟市面上产品
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它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18项权威认证的产品。各位，你们可能以前听说过是16项权威认证，怎么现在变成18项呢？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又增加了2项权威认证的产品，同时呢，还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全线产品全部进入美国权威的医师药典 PDR 的产品。过去，尽管我在这个营养保健品行业待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一家公司能够全线产品进入美国的 PDR。这保证了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溶解性。这就是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凯利的产品让这么多人都可以获得脱胎换骨的改变，包括我自己。所以呢，这次来到洛杉矶，很多伙伴看到我的时候都说：“哇，Grace，你跟几年前在前平台完全是两个人。”所以要感谢凯利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溶解性，我今天才能发生这么巨大的改变。那第二个呢，我们每一个产品下面都有独家的精密防伪高科技二维码，因为这世界上呢，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吃到假冒伪劣产品。任何一个产品呢，一旦它达到火爆之后呢，市面上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出现。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有独家的高科技防伪二维码，再也不用担心吃到假冒伪劣产品。给消费者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吃到我们的产品呢，都非常的放心。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有哪18项国际权威认证哈？大家看一下这些认证，好，前面的这个16项哈，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清真认证啊、结石认证啊、反兴奋剂无违禁物质的认证啊。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现在增加了两个，就是专门好属于我们的火爆产品哈，氢气片的认证，好，17个认证，第17个认证就是 H2 的这个认证，好，就是我们氢气的认证。第18个呢，就是符合完全我们生产的氢气片，完全符合国际氢标准协会的认证。各位，这是举世无双，前所未有。我相信后面也不会有。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款产品就足以带领我们走向冲出蓝海市场，响遍全球？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首款产品，叫做青春逆龄片。大家听看到这五个字就应该很兴奋了，因为呢，现在我们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并不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而是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品质得到更高的转变。一个个都很怕老，为什么呢？因为呢，衰老是疾病的开始，衰老就是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抓住青春的尾巴。好，我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不希望自己变老，所以我希望能够抓住青春的尾巴。还好这个青春逆龄片帮助了我。那到底这青春逆龄片含了什么东西呢？它含有百分之，它是美国独家生物发酵法生产的特级纯贝塔型的 NMN。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 NMN 呢，世界上有4000多种。好，各种各样的 NMN 都有，但是呢，能够进入美国 PDR 认证的只有7种。在这7种里头呢，只有两，其中就有2款是属于我们凯利的 NMN。细心的好消费者会发现，在这7种的好特这个 NMN 里头呢，其他都是一级好或者其他级别的 NMN，唯有凯利的2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青春逆龄片 SOD NMN 加上我们的纯 NMN 6000获得的特级认证，所以呢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我们的精纯度高达99.92%哈，也是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是按100%的标准来生产的，只是实验室呢允许0.08%的这个误差，所以呢我们保守一点，我们公司说99.92%。纯度没提高0.1%，市面上基本上都是99.8%、0.7%、0.6%、0.5%。好，很多人说，哎呀，反正都是99%，应该是差不多了。各位，这跟黄金的纯度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 NMN 的纯度没提高0.1%，吸收率呢却高达
就可以提高2到5倍，对身体零负担哈，完完全全是贝塔型的，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仅次于静脉注射，吸收率仅次于静脉注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唯一含有好108000单位的 SOD。过去90年代，一个 IU 单位的 SOD 都要售价都要达到1000美元。即使呢前不久，好一个国际单位也要1美元。大家想想看，乘以这个数字，正常我们这一瓶呢，按市场价呢，我们一瓶至少要卖好10万左右，或者10几万。但是呢，所有认识我们产品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好，我们到底这 SOD 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帮助身体抗氧化、抗糖化和抗光化。因为呢，我们衰老的过程就是不断被氧化的过程、被糖化的过程、被光化的过程。而有 SOD 巨大的帮忙，所以我们所有人吃完这 SOD 以后呢，青春丽鳞片之后呢，一个个满脸放光，就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含有10800毫克的 NMN。大家都知道 SOD 的价格，原材料价格远远的超过 NMN。但是呢，我们老板真的是非常厚道哈，都巴不得把好东西都放到里头哈，给我们用上，可以激活人体的7条长寿蛋白基因。大家都知道，过去十几年百里芦醇风行了十几年哈，就是因为可以激活1条长寿蛋白基因，而我们今天这个可以激活7条长寿蛋白基因，所以为什么可以短期效果会这么的明显？我们是口腔含片哈，15秒钟含在嘴巴里头，就可以陆续被身体细胞吸收，有效提升我们体内的 NAD 加水平。我们 NAD 加水平越高，我们表现出来的这种青春活力那就越明显，还可以高效防病毒。这一次呢，我们佛罗里达的一个伙伴全家中标哈，全家人哈都被新冠感染。但是呢，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也很有福气，就靠我们凯丽的产品呢帮助他哈，十几天低米未进哈，1粒米没有进去，全部靠我们的凯丽产品呢，让他们全家人哈顺利过关，过了这个关哈。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同样也被新冠中招，但是因为不相信保养品，不相信保健品，也让他吃我们凯丽的这个保养品，但是呢，他宁可相信医院。结果呢，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结果没有从医院回到家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伙伴真的他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何德何能能够吃到凯丽这么好的产品，帮助我们全家一家三口挽回了3条的性命。他决定用他的下半生来分享凯丽。好，所以呢，凯丽的这个青春丽鳞片完完全全哈，因为它有双效的活性哈，帮助他，我们既可以抗衰老，又可以延年益寿，为我们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跟大家讲太多的产品信息。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有我们的专家出来哈，帮助我们深度解析我们的产品的功效。所以呢，今天就把几个亮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二个呢，就叫多块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的品种哈不计其数哈，那到底我们的益生菌跟市面上所有的益生菌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又有这几大亮点跟大家提一下哈。第一个，我们也是独家含有 SOD 的益生菌，帮助清除肠内的自由基和宿便。大家都知道这些肠内的自由基和宿便会引起我们引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因为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身体会回流会回收，所以呢造成我们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所以呢，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瘦身，皮肤放光。所以很多人他的经济条件实在是很有限的情况下，他仅仅吃这个藻蓝益生菌，吃一段时间下来照样好，皮肤满脸放光哈，要感谢这个 SOD 的功劳。同时呢，我们含有300亿株11种活性菌的益生菌，活性益生菌哈，同时还添加了我们的这益生元。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独特添加深海红藻矿物精华和有机藻蓝蛋白。各位，这些都是从深海2100多米的地方提取的，
尽管我们的科研团队哈提取了好多次哈，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成功的。因为呢，红枣里头的这些矿物精华跟人体呢，我们骨髓里头的矿物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呢，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吸收率。72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为关节、为骨骼、为我们的消化系统提供全面的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同时还含有 K2、D3 等维他命，增强产品的协同效应，提高营养吸收率。同时还有Omega 3和 Omega 6，大家都知道这个 Omega 3跟6都是血管的清道夫，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净化我们的血液与血管，对降三高有非常大的帮助。难怪一个个吃完以后，很多人三高不见了，因为过去要一直靠药物来控制三高的，现在呢，通过我们吃这个我们的这个多化免疫调节益生菌呢，它不知不觉三高就回到正常的水平哈。临床实验证明我们服用一周就可以快速全方位的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大家都知道在现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的免疫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至少每一个人要想健康的活在这世界上，要有健康的免疫力，要想高品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财务的免疫力，所以身体的免疫力跟财富的免疫力是一样重要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的平台是如何带给我们财富上的免疫力。但是呢，我们通过今天的藻蓝益生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藻蓝益生菌，就可以呢给我们全方位的身体的免疫力。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的林博士呢，把这么多种有效而且非常昂贵的成分放到我们的这产品里头。如果我们的林博士，我们的公司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成立这家公司，绝对不可能生产出这么高性价比的产品。但是它真真正正为了让新消费者能够吃上，能够让他尽兴的产品。所以呢，不计报酬的不计血本的，把这么多有效的成分把它放进来。如果我们的凯利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成立的，那么单单这一款产品就可以分成六种产品在市面上销售。比如说 SOD 可以专门做一瓶，益生菌可以专门做一瓶，红枣矿物精华可以专门做一瓶， K2 可以专门做一瓶， D3 可以专门做一瓶， Omega 3跟6又可以专门做一瓶，我们叫做六合一多化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市面上要想吃到这些成分，要吃六种产品，要买六种产品。但是呢，我们把这六瓶综合起来浓缩在一起，变成我们的多块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大家就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福报，可以吃到这么高性价比的产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脑力界。这个脑力界呢，就是教我们如何管理好我们的大脑司令部。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由我们的脑神经控制的，所以呢，保护好我们大脑的司令部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看到亲戚朋友里头有看到一些老年痴呆的人，真的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可悲的。那我希望我们这些有福气的人呢，能够吃到凯利的脑力健 Lifespan 我们呢未来即使活到90岁、100岁、120岁，我们依然可以脑清目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脑力健跟市面上补脑的食品的这些区别在哪里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独特添加阿拉法 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营养大脑，提升我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可以全方位提升我们大脑的功能，对自闭症、忧郁症、癫痫等有显著的改善。这几个月下来的试验已经很多有这个自闭症、忧郁症、癫痫的家庭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我们的凯利平台了，凯利产品了。第二个呢，含有特级 99.92% 高纯度的 NMN， 也有 NMN 在里头了，提升我们脑神经元 NAD 加水平，激活七种长寿蛋白基因，修复我们的脑细胞的 DNA。 第三个亮点，还添加了白藜芦醇、紫檀奇、EGCG、七环素等有机成分，提升它们的协同作用，有效清除脑部自由基，保护我们脑神经元，对抗脑细胞，预防老年痴呆，完全提升退休生活品质，优雅有尊严的生活。
很多人怕老，并不是说真真正正皱纹出来一点就怕，当自己有一天得了老年痴呆之后，不被家人尊重，也不被社会尊重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吃了这个产品永远不会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吃完这个产品呢，我们可以更加优雅、更加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讲到这个脑力见哈，我们多伦多有个伙伴，他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往后摔一跤，结果呢造成脑部的重度淤血。他的淤血的那个医生给他拍出的那个图呢，前面也有淤血，后面也有淤血，那也没办法动手术。结果呢，他吃到我们的脑力见，他一天吃6粒哦，早中晚各吃2粒，结果2个多月的时间再去。啊，拍照他的脑部，发现这些淤血完全消除，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哈我们的凯利产品，而大力去分享，今天呢也变成哈从零开始也变成五星董事了，真的要祝福这位伙伴。所以呢，他要分享出去，帮助更多人呢哈，减少啊改善这脑部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的这个脑力见呢，还支持间歇性的进食效果。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很多人都在断食、轻断食哈，但是呢，很多人身体受不了。就像过去的我的身体也受不了，一餐都少不了，少吃一餐，我的血糖立马降低，然后全身乏力哈，没有力气。但是呢，我既然吃上这样产品以后呢，我可以4天不吃任何东西，我的肚子都不会饿。然后呢，也不会出现血糖低的这种状况，也不会出虚汗，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短期的进食呢，对我们的人类还是有帮助的哈，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因为我们的脑力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进入一种酮症的能力，而这种酮症的能力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非常非常舒服的状态下，好，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还可以帮助燃烧脂肪以获取能量，促进新陈代谢，恢复苗条身材。所以现在大家都说，哇，Grace 怎么搞得过去140磅，现在怎么变成125磅？就是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凯利的全线产品哈，各方面哈各司其职，来帮助我恢复我苗条的身材，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呢，今天你有大餐要吃哈。大餐之前30分钟服用2个脑力健和1根益生菌呢，就可以有效抑制卡路里的吸收，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体重管理。所以呢，选择比努力重要。过去呢，我一直不断，自从12年前我生下我老二之后，我每一天都想着减肥，每一天都想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减肥。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选择到对的产品，让我越减越肥，越减越肥，好，一直到140磅左右。但是今天很兴奋，碰到我们凯利的这个产品，让我在不改变任何饮食、没有刻意的去运动的这样的情况下呢，让我的身体进入这种酮症的能力，帮助我恢复我苗条的身材，真的是非常感恩。那 PQQ 清气片呢，就是我引爆全球的黑科技产品。那我们是全球独家科学配方 PQQ，再加上国防级的特种镁粉，这个镁粉加上我们的水，自然而然就产生氢气。但是呢，这是我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独家专利产品，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产品问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全球独家专利技术，原位杂化噬氢技术、微纳米气泡技术、临界点厌氧灭爆技术和离心雾化弥散技术。而这几种技术让我们达到噬氢、锁氢、储氢3种功能。市面上很多氢气，因为氢气是宇宙里头最轻的一种物质，最小的一个分子，好，它很快就会逃逸掉。而我们呢，这4项全球独家专利技术，可以让我们达到噬氢、锁氢和储氢的技术。我们这氢气呢，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帮助太大了，我真的要讲这产品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呢，今天只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亮点，最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增强我们的靶向抗氧化的作用。就是说，一旦它因为它穿透力非常强，而且呢，它的收缩能力也非常的强。我们一喝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它快速穿梭、快速搜索，就可以知道我们身体里头哪些地方的毒性的自由基是最强的，它就把它们包裹住哈，合成水，化成水排出体外。所以，我们多伦多有一个人，他体内的这个湿气特别重哈。到我家以后，我就泡一杯氢气水给他喝，1个小时之内，结果去了8次卫生间。
每15分钟就去一次，因为他体内湿气很重，结果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瘦了6磅左右，所以他非常的开心哈。上个月见到他的时候，腰身已经全部出来了。他说 Grace， 我真的没想到像我这把年纪，我还居然还可以有腰身出来，因为过去是水桶腰，所以这个靶向抗氧化真的是太厉害了，把我们自然搜索最毒的自由基把它化成水排出体外。所以我跟很多很多人讲，我说只要哪怕一天2杯这样的氢气水哈，你一辈子都不用担心会得癌症。好，所以预防胜于治疗哈，不要等有了癌症再喝。当然很多癌症患者哈，经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氢气片的洗礼之后哈，他的身体也慢慢慢慢在改善，在恢复健康，这种案例已经也很多很多了。因为呢，我们的氢气片可以激活我们自体的排毒系统啊，促进器官的新陈代谢，提高还体内的 SOD 水平。我们体内每个人体内都有 SOD， 只是不同的年龄 SOD 的水平不一样。那么我们经过今天呢，喝上氢气水呢，又可以提升体内的 SOD 水平，自然而然我们看起来更加年轻，更加健康，同时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血脑屏障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容易进去的，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呢有3款产品可以进入血脑屏障，一个是氢气片，一个是我们的脑力键，还有一款产品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还可以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创始人凯利创始人史蒂夫，因为有了氢气片才让他拥有元气跑完他田纳西州的马拉松运动。他说如果没有氢气片，他真的不敢去报名。结果呢，他成功的完成了1000多公里的这个马拉松运动，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我们的身体不会那么酸痛，还可以缓解压力与炎症的反应，支持所有系统的健康。所以呢，形象一点比喻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5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 PQQ 氢气片呢，就好比如它拥有这50万亿细胞的钥匙，它可以开门开进去，因为它穿透力非常强，同时呢，它还带着清洁阿姨进去做清洁。好，这清洁阿姨是谁呢？就是 PQQ。 好，所以呢，把我们这身体的50万亿个细胞清扫得干干净净。好，每一天都有，但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新陈代谢，所以每一天都会有垃圾残留下来，每一天都带着我们的氢气片，每一天都带着我们的清洁阿姨进入我们的身体的50万亿个细胞做清洁。想想看我们多幸福，很多人都知道每天我们都要洗澡，但是呢，我们却没机会给我们身体的50万亿个细胞洗澡。哎，今天碰到氢气片了，我们每天喝2杯氢气水，我们就相当于给我们每一天好细胞50万亿细胞洗2次澡。除此之外，洗澡之外，我们的两者的协同作用，就是 PQQ 加上我们的氢气水，好，还可以促进新线粒体的生产。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好跟大家分享这个产品，我要动嘴巴，我要动我的手，我要做我的事情，都需要新线粒体的功效哈。但是呢，线粒体也会慢慢老化，就像我们的发电厂，时间用久了就会慢慢老化。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氢气片呢，就可以促进新线粒体，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发动机，所以可以快速提升体力，好，补充体力。如果我们去外面出差的话，要开车开很久的话，哎，赶紧喝一杯氢气水进去，马上哈精神就起来了，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调节脂质和糖类代谢。所以呢，很多公司的脂质体哈，通过脂质体来输送哈，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氢气片不知道比这个脂质输送哈高多少倍，还可以加强它的糖类代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短期之内哈，甚至是一型糖尿病，好，吃过无数的降糖药哈，结果喝上我们的氢气水，很短的时间之内，他的血糖好就回到正常水平，真的要恭喜这些好有福的消费者，还可以帮助燃烧脂肪，促进肌肉组织重塑，好平衡机体的生理指标。我们的身体好一定处于平衡状态才是最健康的，好，所以这个平衡很重要。那最后呢，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新品哈，紫檀起焕活仪。大家都知道哈，紫檀起呢被称为二代百里芦醇，
白藜芦醇呢，过去呢已经风靡了十几年哈，但是呢，今天紫檀起的问世呢，将是白藜芦醇的升级版。我们的这个紫檀起焕活饮里头呢，有每一包一盒里头有30包，每一包里头呢就有100毫克的紫檀起，口服的血浆浓度比白藜芦醇高约36倍。大家想想，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我觉得太有福气了。也就相当于我今天喝一袋这个紫檀起哈，我的效果超过以前喝白藜芦醇的36倍。所以大家想想看看，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哈？我们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代谢的加强代谢的稳定性，还有抗氧化的活性跟细胞膜的渗透性。难怪我们一个个吃完这个产品，一个个都说口感超级好，很享受，然后呢人也特别的舒服，就是因为有这么高的生物利用度。同时呢，每包还含有1200个国际单位的 SOD。 SOD 有多好，大家可以听我们每星期三晚上的专家医学博士的讲解，可以改善多种的炎性反应，延缓皮肤老化。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女士看到这几个字都很开心，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的皮肤衰老，对吧？它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皮肤老化。现在已经有伙伴可以用我们的紫檀起饮料拿来敷面膜了大家也可以内服外用都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保护线粒体的功能，促进细胞代谢，保护心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心血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实际上不是癌症是心血管疾病，因为相当于它是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这个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就像我的邻居真的才50出头也就是三高，他心血管严重的不健康，有一天就东西掉到地板上，他弯下腰捡个东西，结果心血管就爆了，送到医院去就是回天无术，就是这样子。还含有有机的虾青素，各位，外面单瓶一瓶的有机虾青素都已经是非常昂贵的，你知道吗？我们这袋里头就有有机的虾青素，可以降低呢脂质过氧化，激活 NRF2 的抗氧化通路，加强这个通路就是说这个通路打通完以后，可以让我们吸收营养，可以吸收的更加完整。同时呢，还有通过血脑屏障来保护神经系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不在乎今天你的眼睛是近视还是老花特别是老花型的这个眼睛呢，通过我们的紫檀起饮料呢，就可以帮助你眼睛呢慢慢焕发光明增强我们整体的免疫系统。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已经屡试不爽了很多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哇，他都要带着老花镜在那里看手机看东西，到后面吃完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老花镜就扔掉了，就不需要再那个了。所以这个产品对我们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此外呢，除了以前刚才说的紫檀起，刚才说的 SOD 和有机虾青素以外，还有葡聚糖，还有接骨木、莓果、葡皮树、紫雏菊、樱桃、蓝莓、巴西紫莓、蔓越莓、枸杞、西柚、EGCG、耳茶素、玻尿酸等等。各位，如果你想年轻，如果你想让自己皮肤放光，各位，有这么多水果，这么多有这个玻尿酸在里头，你想想看，是目前为止性价比最高的饮品，而且非常方便携带，随时随地饮用来补充体力，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睡眠的帮助也非常的大。这是我们的紫檀起焕活饮，因为呢10月份是从16号开始到30号，我们推出这个金秋实业的这个活动，已经让很多很多伙伴已经喝到这样的产品。好，那这是刚才讲的第二大理由，产品是企业的灵魂，灵魂一定又好，产品呢一定要好，因为回头率非常高，自然而然会给我们延伸出长长的这个消费条。那么第三大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也就是我们世界上，我跟很多人讲，世界上好产品很多，好机会很少。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用的苹果手机，是不是好产品呢？绝对是好产品。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财务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而今天我们凯利的问世，不仅仅拥有好产品，我们还需要好的变现的流量。
好，就体现在我们的奖励制度上面。那我们的奖励制度呢，最用三个数字来概括，就是叫做210特色，让我们不再恐惧。二的含义是什么呢？公司给我们送给我们两个营运区哈，在这两个营运区里头呢，我们可以赚到零售奖、推荐奖、分销奖、业绩奖、管理奖、拓展奖、钻石分红和矩阵奖，也叫做八大金刚奖励制度哈。每一个人谈到这八大金刚奖励制度都非常的兴奋啊。从开始到今天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哈，我的真的好，现在的月收入是以前的年收入哈。以前啊，经营前平台第一年全年的年收入哈，真的是要感谢这八大金刚。而且呢，最神奇的是什么呢？我只打一个区，好，还可以赚这么多钱，这就是一的含义。二，我们可以做两个营运区。但是有的人说，我能力差一点，我不想增加烦恼，我只想打一个区，行不行？完全可以。我到从开始加盟到今天，我只打一个区。好，一个区都可以让我们赚得盆满钵满的，如果只经营一个区照样可以赚大钱，除了业绩奖除外，好，就是业绩奖没有，其他所有的奖金全部都可以赚到，我们照样上各种各样的级别。所以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很多的领导人呢都只是打一个区，为什么？他们说减少烦恼，然后不想打两个区，当然也可能未来有一天会打两个区，大家什么时候打两个区都是自由的选择哈，我们没有硬性规定，看根据每个人的意愿。但是呢，很多这样一条腿都可以赚大钱，可以吸引很多很多非常普通的人，能力一般般的人啊，都可以都有信心在这个平台赚到钱，完全颠覆了他对传统网络营销的认知啊。因为过去呢，从这个行业出现到今天哈，这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哈，一个区就可以赚大钱了。凯利是绝对是可以说前无古人哈，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哈。迄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完全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没有业绩的压力，好，没有囤货的风险哈，不需要囤货，好好的分享就可以了。那最让大家哈大跌眼镜的是什么呢？是零的含义，210的零。零代表什么意思呢？公司额外赠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矩阵福利奖，就是零。如果你即使推荐零个人哈，只要你的矩阵图下面有人，每个月只要他们保持活跃，你自己保持活跃，每一个月都有钱拿。公司怎么拿钱呢？好，我们的消费者怎么拿钱呢？好，所有购买套餐过的消费者都有机会进入矩阵。好，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规律，系统自动安排站位。好，这个真的是有运气的哈，跟我们买这个六合彩有一定的关系哈。但是我们的机会比六合彩高很多哈。可以帮助低分享零推荐能力的纯消费者也有机会每月见到见点奖$3。矩阵图下面人数越多，钱就越多，完全感动消费者。所以呢，我的矩阵图里头呢，很多伙伴真的是没有推荐能力，但是呢，看到后台进来这么多钱哈，他深受公司的感动，所以现在也陆续开始分享，啊，分享给身边的伙伴哈。完完全全感动消费者，降低消费者的恐惧，啊，激发人类的分享天性，把我们人类最美好的天性，啊，激发出来，让他们去分享，来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啊，可以实现真正实现消费致富，让消费者呢更有底气，更没有负担的去分享，所以呢真真正正实现消费致富哈。所以210特色解决了传统网络营销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只赚积分不赚钱的痛点。大部分公司都是我赚了很多积分，但是见不到钱。好，我知道哈，很多人从前平台过来的，就是甚至他们有几百万的积分哈，但是一分钱都见不到，因为小区没业绩，有一个小区业绩的要求呢，让他们赚不到钱。这种痛点解决掉完以后呢，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自然感动团队，留住团队，还可以帮助团队快速裂变成长，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为什么有个这么好的奖励制度，为什么要离开呢？对吧？所以这些人呢，这些伙伴呢，不是好不劳而获哈，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超人性化，因为公司发现哈，这个世界的财富是由消费者创造的。凯利呢，是全世界首家
真正把消费支付进行了最彻底的公司，真正让我们实现纯消费赚钱，帮助这些纯消费者，因为纯消费者呢，也帮助了我们的公司呢，好，创造业绩。当然，如果愿意分享，当然这么好的产品我们肯定愿意分享，只要有愿意有分享能力的都愿意去分享，实在没分享能力的才不愿意去分享。我们愿意分享的话，我们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还有其他的七种收入，自然可以让我们大幅度的增加，那消费商的钱包就可以快速的鼓起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话是我来到凯利平台好最大的最终的目的。因为我在前平台我是赚到钱了哈，但是呢没有几个人会跟我赚一样多的钱，但是今天在这个平台呢，我们很多伙伴都赚到了钱，即使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哈蓝宝石哈，在这里都可以上钻石哈，这就是真正表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也可以让很多零经验的人哈，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在这里再顺利的升到一星董事、二星董事和三星董事，甚至钻石，就是这样子。所以加盟我们凯利这个平台，就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这是真的。而且呢，比高福利国家还要高福利，因为我们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高福利的国家哈。但是呢，我们到65岁退休之后呢，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1000多加币而已。但是在凯利呢，如果呢你去加盟的时间早，然后你的运气刚好又很好的情况下呢，公司最低给你哈，也即使你零消费零分享哈，一个人都不推荐，每个月稳稳当当的给你2000美元，2000美元是多少加币？所以为什么我说比高福利国家还要高福利，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伙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看到他们的这种感动，我也很有成就感，我也很欣慰，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所以为什么可以享受这么高的福利呢？就凭四个字，相信和加盟，相信加盟，好，做这两件事就行了。然后说成功人哈，有福气的人是先相信哈才看见，好，而不是先看见 才相信，好，这是很重要，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今天如果我们好，只要你选择了相信，选择了加盟，你就可以跟在我们这个里头好系统里头好稳稳当当的赚钱。这是第三大理由，是我们前进所有消费者前进去分享的一种动力哈，让我们的这个车轮滚滚向前。那第四大理由呢，就是我们的愿景与文化。因为呢，愿景和文化决定了我们未来企业发展的方向，而同时呢，还可以决定了就像我们的心脏一样啊，因为文化会深深吸引人心。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都听过一句话叫得人心者得天下啊。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人心呢？未来的愿景加上好公司的文化，才可以深深吸引人心。我们凯利呢，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流量变现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创始人秉持着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创新理念。大家知道落后就要被挨打，而我们呢公司的领导人呢一直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好，打造为目的就是为了打造未来凯利的商业帝国，线上消费加上线下体验。好，这个长期主义平衡共生，这次我来到美国总部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未来要建一家好真真正正属于好最前沿最高科技前沿的好纯玻璃的透明的好这个生产线，顶级生产线好，就是长期主义。未来几十年我们将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来到美国好，在玻璃的这个纯透明的这个玻璃厂房里头来参观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出来的。好，平衡共生就平衡我们好各方面的这个共生好，这样的一个企业精神。而且我们的产品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我们的奖励制度也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所以今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吸引世界上这么优秀的创业家跟我们一起好，这就是需要创新理念。所以呢，我对凯利，我绝对绝对相信哈，我们凯利将成为未来哈商业帝国。那2021年11月呢，已经进入上海进博会展示了啊，11月5号刚刚好今天进入上海进博会展示。等一下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哈，要邀请出来跟大家见面，打响凯利和辉逸产品的知名度，成为后续品牌体验馆的开路先锋。
未来呢，全球各大城市呢将会开展凯利品牌体验馆，啊，让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体验产品，加上线上 APP 买单，好，加上公司统一供货，部分利润呢进凯利好股份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钻石都有机会分享，好，分享三种利润，所有的其他平台的钻石呢，最多就那个平台的3%的好分红，那我们在凯利呢，我们除了3%的分红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品牌管利润的好利润的分红，加上我们母公司好非裔公司部分股票收益的分红，真的我们在这里太幸福了，所以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是真真正正的实现在这里哈。还有呢，我们的凯利母公司4E哈，多年来为我们洛杉矶的社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好，已经贡献出这十几年几年下来哈，从2013年成立到现在哈，我们每年哈每个季度都去做这种慈善公益活动，已经帮助无数的这个消费者哈，我帮助无数的弱势群体哈，给他们膳食补充剂。未来呢，计划等疫情结束之后哈，我们帮助这个联合国儿童组织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好参与他们的慈善活动，让他们呢可以吃上我们的高品质的膳食营养补充品。所以呢，我们慈善的理念是 We care, we share, we aid, 就是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第五大理由当然是最恰当的时机，好，最恰当的时机，这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当一个先机出现的时候，如果只有5%的人知道，这5%的人是属于先知先觉者，这些先知先觉者呢，将会领导未来的财富潮流。但是今天凯利呢，2021年1月份才开始试运行，现在会员大约就10,000人左右。如果未来按照10,000,000会员来计算，实际上这是小 case 了，10,000,000会员是小 case。因为我已经感知到未来我们凯利会怎么样了哈，我们都属于1%的先知先觉者。我们如果今天愿意选择相信，选择加盟，好，我们将会领导未来的财富潮流。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百里如春创造了财富第六波，那么未来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好，我们的 NMN、我们的 PQQ 氢气片、我们的紫檀旗幻火影将会打造第七波。问题是你加盟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要不要跟我们这个钻石的这个宝藏一起好联盟，好，来分到这个财富呢？所以呢，大量的事实证明哈，从开始试运营到今天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凯利的一份投资将会得到第一健康的身体，第二年轻的外表，让你跟同龄人站在一起哈，更加年轻，更加自信。所以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哈，未来最高级的炫富就是你跟你的同龄人在一起，你比他们年轻，这才是最高级的炫富哈。因为呢，富人肯定是舍得保养自己的身体哈，而不是看你银行存款有多少钱。因为呢，存款存再多钱，没有投资在自己的身体里头，而让自己一身毛病，然后有一天离开人世的这个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或者只是纸而已。所以呢，我上周在洛杉矶哈，到伙伴家里跟一个伙伴分享的时候，他非常非常赞同我的观念，而且呢，他产品也吃得非常好哈，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减轻了20磅左右。据他自己分享哈，他说他在凯利的这份投资是他这一生中最值的投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裤子从18号穿到了10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购买了我们的这个套餐哈，就是这样子给他年轻的外表，然后呢开始现在这几天开始在外面，他说很多年都不敢，特别这2-3年的时间都不敢去外面买衣服，因为外面衣服再漂亮一套到他的身上完全变形，这跟曾经的我同样的感觉。但现在呢，他腰身出来以后，好，开始他减到10号以后，所以他的目标是要减到6号，我们恭喜他哈。还有第三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滑细致的皮肤哈，我们一个个有在吃凯利产品的皮肤都非常光滑和细腻。第四，还有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完全提升家庭的现金流。我们这都在北美都知道哈，在北美哈，无论你有多少资产哈，如果家里有一个好现金流的话，管道的话，真的充分提升我们的这个
幸福指数。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家有万金不如日进斗金。我们的这个广告收入真的可以让我们日进斗金，有的时候还不止斗金，是这样子。所以凯利的消费制度跟市面上所有的消费制度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把花钱的事变成赚钱的事。只要换一个品牌消费，没有口才，没有人脉，哪怕是个哑巴，消费的人性化制度都能够让你赚到钱。确实我们团队有很多真的好，一个人没分享真的也可以赚到钱。所以呢，大家一起来排队分钱，好，就看你的觉知力，就看你的智慧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哈，这个我们的产品的案例哈。这个人呢，左边的第一个呢是马来西亚的伙伴哈，马来西亚的经销商消费者，他过去呢已经有一年多来哈，他的一走一步他的脚跟就会痛一下，跟针刺一样的感觉，后面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还好他的妹妹好接触了我们凯利的产品，给他吃凯利产品4天左右的时间，好，脚痛的问题就减轻了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人老是从脚老开始的，我们还有很多伙伴脚后跟后面粗的真的 跟什么东西一样，袜子穿进去都会刮破掉。结果呢，吃上我们的这产品，整体年轻化， NAD 加水平提升，所以呢他的脚后跟变得光滑细致，所以就说明他年轻了。就像一棵树，好，从树根要老就从树根开始老，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恭喜这位伙伴，现在他已经完全不痛了哈。那右边的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伙伴，好，他原来头发非常的稀疏哈，掉发掉的非常的厉害，还好碰到我们凯利的产品，25天左右的时间让他的头发重新出现浓密的样子哈，就是减少我们的这个老化。那这一张图片呢，好，大家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姐姐哈，她一向一直在服用不同品牌的保健品和美容品哈，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逃避年纪所带来衰老的自然现象，脸上的老人斑一天比一天明显啊，让她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就是没有信心。啊，颈项右边长时间的感觉被拉得很紧，特别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呢，已经痛到麻木的，然后一下子人就很累，头晕。自从上个月的中旬哈，当时他是2021年的8月14号开始服用我们的 SODNMN PQQ 清气片，藻蓝益生菌，短短10多天的时间，他发现晚上睡觉非常好睡，早上起来呢，颈项不再僵硬，皮肤开始恢复光泽，而且特别开心的是，发现他脸上的老人斑淡化了很多。好，至于老人斑淡化哈，我们有无数的案例。首先，我自己的奶奶今年99周岁。那吃完产品以后，一整块老人斑真的掉下来了。原来这个 老人斑呢，越积越多，越积越多，都变成僵硬的现象哈，变成一块硬硬的哈，老人斑在那里。后面呢，吃上我们的这个产品，一整块就掉了。然后我们多伦多呢，也有一个80几岁的大姐哈，也是她吃这个产品呢，吃完以后，老人斑也是一块一块往下掉。掉完以后，后面身边的人真的追着她向她买产品，向她要产品。所以呢，凯利产品自己会说话。即使你是哑巴，即使你没有分享能力，只要你验出好的效果，你照样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9月1号啊，他老人斑明显的淡化了很多，半个月的时间哦，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好金牌讲师，我们的邱怀怡老师哈，他使用产品之前是左边的这张图这个样子哈，满脸比较哈，眼袋有点眼袋，皮肤比较松弛，没有光泽哈，而且黄气也比较重。哎，用完我们的这个全线产品之后呢，明显的让他感觉到白发渐渐被黑发，好，头发变黑了，然后呢发量也变多了，皱纹也改善了，整个人年轻了哈，从一个大叔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那右边的这张图也是我们日本的一个伙伴哈。啊，一个消费者的家人，他原来头发是全白的，好，吃完这个产品以后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当然，白发变黑发哈，很多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这一张呢，那就是我们我们的仙仙女士哈，来自佛罗里达的。这一次呢，很不幸，就是她全家感染哈，中招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她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她的智慧和福报，她使用我们的全线产品，10几天没有吃一粒米哈，全部靠我们的凯利产品和水哈，清气水哈，不断不断哈，让她最终战胜病毒哈。
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真的他当时很感动，一边分享一边哭哈。他说我下半生的经历都要来分享凯莉，要感谢凯莉产品的高科技。那右边的这张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就是曾经的我哈，越减越肥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哈，140磅真的是穿什么衣服都很难看，然后使用凯莉产品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哈，就让我减掉了15磅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哈，可以穿回我这个生儿子生老二之前的这些衣服裤子了哈。当然有的人会说，哎呀你怎么 十几年的裤子都还在穿啊，啊就一两条特别喜欢的舍不得扔掉啊，重新可以穿上去，以前都只能穿到大腿啊，就没有办法啊套上去了。但是呢在现在真的去外面试衣服的时候是最感觉最明显的。过去去外面去逛商场的时候呢都要让营业员给我加大或者加大的衣服才会套得进去，哎，现在去试衣服的时候只要挂在这上面的普通的衣服都可以套进去，明显不一样哈，尺寸变小了，而且不仅仅这样整个人的精气神也都不一样哈。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好，我们的加盟呢要想成就这个18个国家的代理权，拥有这18个国家的代理权，要想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我们呢有四种套餐大家可以加盟哈，啊，最初就是499美元的套餐哈，那然后呢就1099，其次2399，还有2999，这四种套餐。当然这四种套餐里头呢我们性价比最高的是2999美元的套餐。如果你觉得很看懂这个生意，如果你觉得经济条件不是问题，那么当然首当其冲一步到位购买2999美元套餐，就加盟成为我们的这个凯莉的这个创业者哈。但如果有些人他现在真的经济条件非常紧张，又很想改变自己的未来，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可以从499开始哈，因人而异，看每个人的状况啊，得到不一样的这个待遇哈，照样也可以在凯莉成功的。所以呢这不是绝对的要求哈，以上所有的价格呢都是为全球统一价格哈，含包含的加盟费运费关税哈，啊，所有的价格哈，到门价格，公司呢对全球的消费者一视同仁，无论你今天在哪里哈，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哈，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还是在亚洲哈，所有的价格都是同一价，一视同仁，享受最公平的待遇。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兴奋，也很舒服，哎，他觉得不用再去像前平台像其他平台那样，哎，你看到了这个套餐价格，然后再加上多少的增值税，再加上多少的运费，再加上到手价格一算，哇又多了几百美元出来。我们没有哈这回事哈，我们都只要这个付这个价格就 OK 了，好，会员全包。所以呢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我们的选择决定了。小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后面选择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什么样的单位，后面选择什么样的人组成家庭，在后面又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各种各样的选择组成了我们的命运。所以呢李嘉诚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哈，他说一个人生命品质的改变源于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呢今天如果有幸你有你的朋友邀请来到线上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明会，你获得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你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好，关乎你未来的命运。我很感恩我的推荐人，好，在考察这家公司之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我也很感恩自己的智慧和福气，好，基于对他的相信我马上加盟，才有今天的三星钻石总裁。所以我的命运不仅仅我的命运获得改变，我全家人的命运都因为凯莉而改变，他们都创造 都收获了以前加盟任何一个平台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感，好，这种存在感。所以呢加盟我们凯莉平台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干好了有钱，当然还有健康，干不好你还有健康，还有美丽，成功的显眼。好，想想大家想想看，未来你成为七星钻石的时候，你在万人舞台上面啊，来这个万人舞台上面来分享，那么你是不是很显眼？那么不成功呢，也很年轻，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哈。
一个决定，我们今天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未来几年几十年的这个命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去考虑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下一轮的财富盛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哈，因为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进博会，我们的进博会呢刚刚好，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其他的钻石都是我们海外的公民，没有办法回国，要非常非常感恩我们上面的四星钻石领导人哈，何龙四星钻石，刚刚好他在国内，他这次呢有幸带领我们国内的团队呢去参加我们上海好今天刚刚开业的这个进博会，所以呢大家现在要保持这种兴奋的这种心情哈，来欢迎我们的这个何龙钻石好出来好跟大家现场直播 OK 好，何龙钻石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大家现在好，我们现在在进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把话筒交给我们陈老师，让陈老师介绍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进博会的现场，然后完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聊聊好吧。大家好，我叫陈小辉，我在进博会现场，欢迎全球凯利的朋友，现在我把镜头转向进博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要稍等一下吗？稍等一下啊。好的。转一下进博会的现场。好，我们进入进博会，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打响亚洲。好，大家可以过来看哈。看一下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看一下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世界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会议，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和谋划的，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来参展的单位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和规模的，每一届习主席都会要么亲自来参加或者是讲话。今年由于疫情原因，习主席为本届的进博会做了重要讲话，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开放。 Foreign Dossier 和凯利参加本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企业探索全球化运营和品牌国际化的新思路，是企业实力及品牌潜力的彰显。凯利的母公司四亿原来在大陆就有合作品牌，凯利作为一个正在试运营的跨境电商品牌，进驻进博会，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在国内正式亮相，充分体现了凯利公司加大布局中国内地的决心和信心，相信未来凯利在中国内地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凯利的会员和消费者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有力的保障。下面有请我们四星钻何荣总裁为我们讲话。欢迎欢迎。谢谢，太好了，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陈老师啊。好，接下来你看，我们已经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展台这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带大家看一圈啊，看 ，FOE 啊，7DEC02-002，这是我们的展位，看到了，看到了，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啊。Hello， 打个招呼，大家。大家看啊，这是我们Foreign 的品牌啊，包括 KOS KOS 这个 KOS 呢，这是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现在包括戴尔的那个电脑的FO 也是我们的那个股东啊 ，CFO 也是我们的股东，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凯利的产品展台啊。你介绍一下凯利的产品，介绍一下，一个一个报一下名称。OK， 好，好，那我看一下啊。这个大家看到没？这个是我们的 SOD
加 NIM 啊，这是可以说啊是 NIM 里面的这个最牛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这里加有 SOD 的成分， SOD 它这个成分可能比 NIM 的价值还要昂贵啊，这个是王牌，真的是 NIM 里面的王牌。好，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一块产品，叫 NIM 6000啊，它是纯的 NIM 啊，这个是我们的 NIM 的纯度可以达到 99.92% 啊，是特级品，这个是相关国际性的权威认证啊，我们都有这个认证的。好，接下来还有上面这个 LifeSpan 叫脑逆剂啊，大家看到没有，脑逆剂它是针对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症，就是对于你的记忆力衰退啊，改善认知，改善记忆啊，里面还有 Alpha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还有紫泰奇，还有各种成分啊，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棒，而且它是属于生酮饮食，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以把你的小肚子挤掉啊，非常的神奇啊。那上面那一块呢是清晰片啊，上面那块是清晰片，现在清晰片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叫 PQQ 清晰片啊，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块产品，爆款。现在对，包括全球的任何一家网络信号公司，包括传统企业都没有同类的品牌，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爆款，也是我们唯一的一块产品。最上面是益生菌啊，我们叫多抗免疫调节这个益生菌啊，我们这个益生菌跟传统益生菌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今天刚才那个有陈老师带大家看了一下，然后刚才我也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展会啊，刚才我还看到这里有一个，大家看了吗？有一家公司它是专门做什么的呢？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它是做姜黄素的，姜黄素，它是专门做姜黄素的一家那个做这个原料的一家公司。那大家知道我们产品的名用姜黄素啊，我们的产品呢也有姜黄素，就是说包括刚刚看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整个展区是就是抵抗产品的一个展区啊，这个下面这一层医疗器械包括医药保健展区啊。那我相信大家知道凯逆它能够进入这个进博会，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就是你进入进博会的所有的企业，你不是说是你想进来就进来啊，这是国家级的，而且习近平每一次都要出来讲话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推向全球的一个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进来的公司，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一年的历史啊，你不是一家新公司，第二个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啊，能不能包一公司将近十年的时间，是吧？那然后他有这样的资质，也有这样的实力，才能够进入这样的。是不是要有工厂实体啊？对，是要有一定的工厂实体，这个也是需要的。对，包括你的品牌还要有一定知名度，就是所有这些条件你符合了，你才能够申请。这样我们你自己，我们个体来参加这个进博会，如果你没有实力，你在网上你也报不了名，你进来你说你拿一个我想要一个通行证，我想买一张票，它不是两回事，就是你必须在这个有企业邀请的机场你才能够进入。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场馆的时候吗，我都有点纳闷，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因为拍的时候人老多了，当时我觉得如果说查看这个疫证嘛，龙啥，这是不是太麻烦了？你知道吗？我们进馆的时候，你就排队进就行了。前面它是好几台一个大的这种这个屏幕，你只要到那里，你走你的路，然后它就会自动识别出来，从人脸识别出来你的名字，然后还有你的照片，那个屏幕上就出来了啊。包括你抵抗嘛什么这些，就是都是审核通过的。如果说你这个没有你的这个信息，或者说你的抵抗嘛，或者说你的这个这个核酸没有通过的话，你自然就是在那上它马上就会显示，那你就进不去了啊。就是科技发展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啊，包括我们的凯逆，我们的 4E 能够走在世界这个科技的前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刚才那个我们 Grace 总裁从五大这个理由也分享了我们凯逆的优势，那这里就是带大家去
今天主要是让大家趁着这个我们公司这个今天官方 Zoom 的一个会议啊，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世博会的一个静博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好吧？太棒了，老师，嗯，好，嗯，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就太棒了，太棒了，辛苦你了，啊，好，辛苦你了，好嘞，好，感谢你在这个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最前沿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非常的感谢，嗯。好的，那我们把那个话筒交给Coco 老师啊。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感谢啊，拜拜，拜拜。希望我们那个进博会现场一切顺利。好的，好的，谢谢，拜拜。嗯，拜拜。好 ，Coco 没有打开话筒。Coco 没有打开话筒。好的，非常感谢何荣总裁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惊喜，以及现场国际中国国际博览会的这个直播啊。那么预祝中国国际博览会能够顺利成功啊。那么也谢谢 Grace 姐为大家带来经营凯利的五大理由。Grace 姐问大家，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赢了吗？你准备好投资了吗？那么今天由 Grace 姐亲自带领大家建立了信任凯利相信经营凯利的五大理由，再由我们的何荣总裁为大家展现了我们在上海世博。上海国际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雄厚的实力，那么希望大家对凯利拥有信心和安心加入我们。非常感谢 Grace 总裁今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我们下期再会。